金兄，不必伤他性命，打晕即可。金兄，金师良撸起袖子，给他看看。 唐校那本药典真是妙计，只是所需药材太过珍惜，来不及为你也准备一份。原本为保万无一失，我故意令金师两沿途留下痕迹，好让南宫放的人找到这里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压根不会武功，看来是多此一举了。<笑> 这毒好像诡异，能顶能干，但身体不受控制，还好你机灵。金兄，你不是说定元丹能解百毒吗？我这五脏六腑像着了火一样，应该是解不了噬星散的毒，只能帮你稳定心神。能顶多久？不知道。唐啸那种魂人。 他不会给的是毒药吧？黄陵、织布、牛蒡子、老羊草。不对，天狐中毒数日，毒性没法都成我这样。你先别说话，我记得解药配方，我这就带你去抓药。 来的真他娘的快！我去抓药，你切记莫要恋战。